咱不说别的，最起码到啥时候咱得唠过。杨幂管我叫我喊麦哥，明星没人骂咱，你知不知道？没人骂咱，有中间黑粉上人那嘎捣乱去，完了他们就来我这儿了，一顿喷。就别捣乱了，你就不根本咱也没干啥，对不对？咱们的目的是啥？我去的任务是让毛不易晋级，哎，至于哪个评委让咱就是说怎么给不给票，那不重要，因为那是一个流程，是活动效果，要的是最后的结局。结局他逆袭到第一名，第一个晋级了，这就是咱们完成任务了，就完事儿了，就不用去就搁那儿就整点没用的，啊。完了，你说这整个那微博那叫什么头条那个，杨幂天佑，你给我扔里面去了。你这知道的是咋？知道的是好像说粉丝和粉丝弄起来，不知道的，我凯威哥明儿再给我来个大脑瓢。别瞎整了，你们啊，咱不蹭热度，不靠任何人的东西，哎，也不靠就是歪门邪道的东西，咱就自己好好的玩一玩就完事儿了。咱们是能在网络里面玩，搁网络里面就稳稳当当的玩，网络玩不下去，大家伙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完事儿了。